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空葡萄园，我是葡萄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继续实况上次的生存试炼，在上集已经就是在冰雪原域的这个洞窟里面，然后在上集的时候就已经有烧了一堆铁，然后一些铁锭，然后我在身上已经先做一件铁装了，对，铁装，然后我们就准备要来看看不能下去探险。其实我有点害怕因为下面很多怪哦，而且你们看到这边有挖，好像挖过痕迹吧，这边都是一大堆的煤炭，然后我就是有去挖，把些煤炭给挖起来了。OK， 那我们准备来面对恐惧。我想一下我要怎么摆。好吧，雪球给它放在身上好了，也许会用那个可以用。好，看一下下面有没有什么怪。哦，感觉下面就很多怪。哦。没关系，反正死是不会喷装的。呜、哦，等一下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呜、哦、呜、哦，等一下，哇哦！喂，这个地方。呜、哦，等一下，哪边还有怪？哦，这边。喂，神躲，喂，哦哟哟哟哟，杀！死了，其实不会很多，没有什么怪。哦，我看我多心了，然后刚才还鬼叫那么多次。好，没有什么，这没有什么怪，还是我开。不，我刚才有看到怪，傻傻的。等一下，这边哦，有鬼怕，可怕的，喂。耶、yeah, ，这爆炸就对我没什么伤害了。哇哦，从哪边出来的？嘿，呀呀呀！苦一怕，我再怎么说我也算是身经百战了，已经哪边？哦，看到那边有怪了。再怎么说我都已经身经百战哦。好吧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你们先等我一下啊！啊，完，喂，哪边？这雪球没什么伤害啊！啊哈，雪球没伤害啊，大大，只要掉到民国几年？好吧，先不管，先来挖这边的铁，我镐子快爆了。喂，哦，这边的铁蛮多的，好。至少还可以做一件铁装，还是马上就爆了。等一下，这附近感觉，喂，快点，让我赶快挖，我怕有苦一怕从后面，我怕苦一怕从后面爆我。我家壁虎在叫。其实，为什么？其实有来看我影片的人应该都会知道我为什么我房间会有壁虎在叫，因为我的房间有一个窗户，然后那个窗户嘛，就是外面有一盏路灯，然后你也知道路灯啊，就是有时候会吸引一些虫，然后就一些飞虫啊之类的，然后我就是我的窗户那边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壁虎在那边。喂，我、哦、啊，当然这不用说了。喂，家里有壁虎，好像没什么好说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这边，哇塞！不过这边，这些怪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一把实剑打天下。挖铁矿，这个时候铁矿就非常的珍贵。喂，哦，我踩到历史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声音哎。喂，然后下面，这下面会不会有东西啊？
我不知道海绵，它的海绵会不会藏在这边？哎，哦，它后面有东西偷袭我，有坏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哎，哦，好多这边的铁，哎，铁好，是呀，这些铁我喜欢。喂，这个时候我先来烧一下好了。喂，然后我来看一下，哎，这边。哦，对哦，那边我记得我还有三个铁锭，我来做一个铁镐，然后把玉宝石挖一下。不过挖玉宝石好像没什么用，哎，应该是没有什么用，我还是不要挖好了，不要浪费铁。可是铁又这么多，好像浪费又没差。喂，哦，又有了，怎么办？我该不会又要因为挖铁而卡在这边吧？又因为挖铁而卡关？来看一下，喂，这边，哦，这里，真的没有什么怪，而且这是洞窟，就真的没有什么怪，好吧。等一下我，下面还有那个就可以探险的地方，那我等一下还是去下面探险一下哦。然后我的铁，喂，我龙骨，喂，龙骨在上面，好。这是一个纯粹一个洞窟。我的工具台啊，放在那边啊。铁先生，你可不可以烧快一点？啊，算了，我先啊，不要，等一下，我为什么要把一个工具台在那边，一个龙屋在这边？我要怎么用啊？怎么办？对啊，我已经没有食物哎，现在一直跑来跑去会浪费宝石度，不知道下面会不会。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探险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反正死了是不会喷装的。啊，我直接做一个龙骨好了。可是我没有工具台，等一下，还有工具台，这边可以。好，有。奇怪，怎么我自己好像就有点天兵喂，喂，等一下，我有什么东西可以烧？来，拿来烧。喂。嘿，有，嘿，快点，然后我来做一件铁裤，对，是这样排，嘿，然后铁帽，然后再一个铁，嘿，正来，嘿，有，是呀，装备全套铁装，这样我就不用怕啦，对不对？这个就给他打爆。话说回来，最近这几天都是台风天，大家台风天的时候就是要注意安全哦。不过台风都已经过了，就好像说这些也没有用。好，那我们准备来继续去往更下面的地方探，更里面的地方。工具台不用了。哦，这边还有哦，我听到那个怪物的。僵尸的声音。喂，这边，喂，这个声音，哦，等一下，这边，哦，好恐怖哦。那算了，不要，没有，这边就，哦，等一下，哪里？哦。这边为什么都会有这个啊？好奇怪哦！怪物的声音，呜！好吧，不用怕，我全套铁装，不用怕。嘿，不用怕，等一下，我进，来，哦。哇！嘿！哦，有，至少我还有腐肉可以吃，有腐肉吃了。OK， 来看一下这边，哦，这边好广哦，这个位置好广。
欸，我身上的铁剑有四个，欸，多准备一点好了，有铁就挖。哇，好恐怖的地方。哦，我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刚刚以为那边站了一个巨人，最近进阶巨人可能看太多了吧。欸，这边，喂，这边也有铁。欸，话说我回来，我 好像还需要钻石。欸，这个地方不知道有没有钻石，因为有钻石的话才可以挖那个黑曜石啊，不然就真的得用手在那边乱敲。嗯，喂，这边，哦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好像看到什么东西。喂，哦，这边还有洞窟。欸，话说回来，我怎么觉得有点怪，就是那个蘑菇好像会发光。欸，就感觉蘑菇那个点就会比较亮。哦，壁虎你不要叫好不好，我知道外面很多虫让你吃。哎，嘿嘿嘿，这边哇，哦，这个洞窟好大哦，哇塞。哎，等一下，可是我是来找成就的，我在这洞窟里面一直乱绕。哎，这边也没有东西了。喂，哦，这里哦，那这边感觉是没有什么怪。哎，嗯，哎，我已经绕出去了。哎，哎，这边已经是外面哦。好吧，哎，我们先往。哎，这边，现在这边，这边哦，下面有那个，喂，哦，这里，哎，没有火把，喂，哎，看一下，哦，有这里，哦。东，嗯，这边就哎，这里哎，哇，好大，这边好大啊，嗯，这里哎，有个类似小洞窟的地方，哦，这边是哪里啊？哎，这边有亮光哎，所以下面会不会是岩浆啊？哎，这边。为什么这边一直有亮光？欸，是那边，欸，那边照过来的吧？好吧，那我来看一下这边。欸，欸，奇怪奇怪，这边啊，这边只是食物而已，我怎么感觉好像这边会把我吸引过去啊？嗯 ，OK， 那我们就准备往下面。哦，可我快，欸，我饱食度。钻石，等下，钻石，钻石，钻石 ，diamond， 喂，等下，我不要，让我上去，让我上去。哦，啊，哦，等下，我听到僵尸的声音了，可我剑还没拿好哎，完了，我剑还没拿好，怎么办？哇，等下，我剑，在这里，好，然后我火把，等下，我看到苦力怕。哦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哇塞，下面就是，等一下，我干脆做一把钻石剑好了。这边钻石好像很多哎。好，那我来，哎，哦，哇，好恐怖啊！这边可是我哎，好，哦，等一下，嗯，奎帕先生，你要干嘛？下去。拜拜。好，我们来做一把那个，喂，做个钻石镐好了。欸，因为我还是要做铁镐啊，不是钻石。我刚刚说我要做钻石剑，我说错了。好，那我们来，欸，哇，好，我们刚刚看到钻石在哪里啊？嗯，哦，钻石在这边。哎，不过哎，就一颗而已吗？还是哦，这边
欸，我就看就这颗钻石而已哦，那么少。哦，这边有绿宝石，可绿宝石不可以拿来干嘛？嗯，好吧，这边有钻石就挖吧。欸，我铁镐欸，在这里。欸，一颗。欸，这边哦，岩浆欸。话说回来，欸，我应该是不用做石头制造机了吧？附近都是石头。欸，哦，下面两只僵尸，好，不用怕。嗯，等一下我得吃一下，恢复饱食度。嗯，那边是那什么？哦，那个绿宝石也不是钻石，看错了。嘿，准备，哎，嘿嘿嘿嘿嘿。根本豆腐，哎，绿宝石砖而已哦。那算了，这个就哎，哦，听到很恐怖的声音啊！麦块服的特效就是这么的，喂喂，这边有什么？我有看错吗？哦，怪物一大堆！哦，等下，哪边？喂，哎，等下，雪球掉到水里面就那个融化了。这边有没有那个？喂，喂，哦不，哦完蛋，球，死定了，让我上去。对，让我上去哦！对，哦，雪球，嗯，来，喂，哦，哎，等一下，哦，我保持度，不要给我哦，果然又饥饿，喂，哦。哦，等一下，不会怕，根本就不会痛，哼，苦一怕，根本就是假的，啊，没有，其实真的，因为会痛。哎，哦，啊，苦一怕，没礼貌，怎么办？哦，我没有食物哎，啊，没有食物，好坎坷哦。还没有钻石，给我钻石，我需要钻石。好，没有钻石就算，怎么办？我饱食度已经开始降低，我需要food，哦，哪里？哦，铁罐，一堆铁罐，还挖好了，反正等一下还是要死回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等一下，我记得刚刚看到，好像看到有个地方比较奇特的地方，至少得活着到那边。嗯，这边。这边有青金石哎，哦，我听到酷弓箭手的声音啊，喂，喂，这边，哦，有僵尸，是哟，哎，等一下，那边有箱子哎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看到箱子了，哥要怎么过去啊？呀，喂，这边，扶我扶。拜，我要闪，喂，哦，怎么没有食物？真的没办法，要长期一直看。喂，我需要食物，给我食物。啊，那边有个箱子，怎么去看看箱子？哎，嗯，而且这边青金石，看一下这边。喂，那边，哎，欸，喂，啊，你让我中箭了，讨厌！哇，哎，欸，这边是外面，哎，欸，等一下我看到一个坏东西了，巫婆。哎，欸，可是这里会不会有？哇！哦不！哇！等一下！哇！巫婆在哪里？好，巫婆，哦，我没有食物，我需要food的。喂，
嘿，哪里？哎，哦，好，没事了。哎，那只巫婆已经下去了。好，我要杀这只僵尸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哎，快白天哎，好。哇、哦，哎，好多绿宝石哦。可是那个也没有用。嗯，哪边？这边这边。哎，这边，哎，上来。哇塞，这边感觉是一个。应该是，哎、欸，奇怪，为什么会切这么整平啊？这地图，哎、欸，那边是间小屋，所以我，哎、欸，所以我是从这边这样过来的哦。就，哎、欸，间小屋代表我重生点在那边，然后我可以直接这样过来。嗯，好奇怪哦。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这边，哎、欸，哦，蜘蛛。会，怎么办？我实在不想吃蜘蛛眼、欸，吃蜘蛛眼只能保持一格，然后又会中毒。哎、欸，这边，哇塞，哇，日出，终于，刚刚这僵尸没有俘获给我，哇塞，日出哎、欸，好美哦、喔，好吧，先来看这边哦。这个是那个酷弓箭手，不要管他。而且我没火把，啊，怎么那么辛苦啊？喂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。我记得刚刚箱子在哪里啊？僵尸，不要，不要，喂，哦，天啊，我只有三个面包。然后两颗苹果，要我撑到什么时候啊？这个没有腐肉，这个僵尸怎么回事？喂，有没有腐肉？又没有腐肉，好惨啊！哎，哦，好多僵尸，喂。等一下，不要下去，给我服用啊！算了，我不要阴影了。等一下，到底在哪边啊？我的那个，不要那个箱子哦，在那边，找到了。可，哎、欸，那边还有一只，嗯，哦，好，我看错，哪边？哦，这里。服用，有服用，好，怎么困难啊？我居然，对，啊。喂，这边，哎、欸，这里感觉好像是刚刚。喂，喂，准备这样，然后好，这边没有东西，嗯，感觉哦，好，这边有个箱子，准备上来。嘿，我看一下，嘿。哦天啊，又有僵尸哦！哎，等一下，有腐肉吗？哦，腐肉。喂，有！哦天啊，腐肉，好，有腐肉，继续吃，饱食度回满了，这样的话等一下就可以补血了。哎，话说我回来，我钻石还是不够，怎么办？啊，算了，不要管他了，我要赶快先来看一下这箱子有什么。天啊，我怎么啊？玩这生存真的有点像，真的是生存试验哎，真的是试验。哎，喂，这箱子，嗯？给我，不错，给我一个工具，很感谢你。啊，作者，你为什么为什么？哦，又有个箱子哦，好险啊！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的。
我要负的啊，大大给我负的，我需要负的，我要食物啊！啊，里面都没东西，气死人了！里面就给我铁狗干嘛？嘿，啊，哎，哦，钻石，哦，这边有钻石，有有有，嗯，等下，这边很多怪耶。哦，我又没火把了，而且我也没木炭了，怎么办？好吧，不要管它了，我知道。我现在挖钻石了，有两颗。哦哟，耶！嘿，这边又有钻石。哦，又有，碎呀！有钻石的话就……哎，这边……哦，我这边出来了。哇塞，这边已经出来。嗯，好吧，那我哎，怎么办？那边还有地方可以探险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只酷弓箭手有点危险。可恶啊！现在宝石都没有满，不能回。喂，等一下，我好像快挂了。呜、哦，等一下，不要！哇哦，呜、哦。等一下，哦，符肉，可是吃这块符肉也不能回啊！好吧，吃蜘蛛眼比较好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刻苦，这真的是刻苦的矿坑历险记耶！哎、欸，怎么办？那边有只苦一霸，哦，两只。啊，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办？不过既然知道可以从我机缘小屋旁边那个冰原降下来这个洞窟，我大概也可以准备回家了吧？怎么办？哎、欸，为什么要木狗？好吧，你射死我吧，我让你射死我。来吧，射，用力，用力，耶、yeah ！哦，天啊！哎、欸，这边，对我回来了，哇 ！OK， 那我们。我们这集的实况就到这边好了、啊。对，这本书，然后我的海绵目前只有找到一个而已。对，然后地狱之心也没有。那我还是先从表面来开始探索好了，下一集的时候。OK， 那我们这集的实况就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个喜欢。想知道我何时出片，就按个订阅吧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哦，拜拜。